天蝎座宝宝。那么11月12号到11月18号之间呢，目前几乎所有的行星都落在你星图的下半部分。如果你出生在中国的话，呼应了入冬时节，那这是典型的深入内心的旅程了。这种阶段你并不陌生，身为天蝎座的你的与生俱来就有内化体验的特质，所以当我们在黑暗中走得太久，就会有迷失的可能，或者忘记光的存在。就像尼采的那句，凝视深渊太久，深渊回以凝视。所以希望天蝎座们不要总是在自己内心的迷宫中。本周呢，金星恢复顺行，并且很快就会回到天蝎座。那么你们天生就懂得，一棵树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，它的根就要越伸向黑暗的地底。只有一个人面对和接纳了最黑暗的自己，那他的光明才不虚伪，他才能真正被称之为拥有。